好，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一个简单好用的 AI 绘图网站，那这个网址就在这上面，网址在什么？那这里面它主要是你要跟它做一个画面描述，有没有？它有跟你讲范例，那你可以写一个什么，比如说你说美，叶芳，香港的一个很有名的大姐歌星，然后呢注意到一件事，你可以写梅艳芳，然后干嘛？香港，就看你自己描述的，最多可以描述几个字呢？最多可以描述300个字啊，满个字。然后下来你就要选你的这个风格啊，我要中国风，它风格有很多种啊，这边有一大堆，看你要哪一种，属于哪一种的，卡通漫画的有没有哈、什么的啊风格？然后再下来就要选你的模型要哪一种，有没有什么模什么的啊？比如我说我要时尚小姐，有没有啊？然后再来，你可以抓一张图上来让他参考。让他参考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比例尺寸啊，就尺寸比例尺寸啊，然后分辨率就是常规几倍的，注意到有 VIP 的就是要付钱啊，你没有付钱加入当 VIP 的话啊，不是 VIP 使用者你是不能选这个功能的啊，然后再来产生几张图，一张不要钱，两张以上全部都要钱，要 VIP 啊使用者。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选生成作品啊、有没有啊、来干嘛？你有没有看到存在不合规的内容啊、有没有？他就讲，比如我香港不要了啊、有时候是因为你有那个有一些问题哈、所以在卡通、时尚啊、OK， 这都没有问题点。生成作品啊、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到的，然后这个。网站呢，除了生成 AI 的绘图以外，它也有图片压缩的啊功能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有很多哈，各种类型的图片压缩啊，各种类型的图片编辑，有没有？可以改大小啦、剪裁、加幅、水印啊、旋转、修改分辨率，有没有啊？然后功能这边有没有？看你要哪一些功能，它都有啊。图片转 PDF、Word 转长图，有没有 ？PPT 转长图。这一大堆功能，最重要，很多人最喜欢的老照片帮你修复，或者黑白照片上色啊，这都有，它的功能蛮不错的啊，功能蛮多的啊，蛮多。还有什么艺术签名，就这个啊，艺术签名啊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给它干嘛？你如果要的话，有没有就可以选下载，立即下载，它就会存到你的电脑里面啊，有没有啊？这里要特别注意到的哈，他会跟你讲，请你装什么？装客户端这个软体啊，就是桌上版、桌面版的哈。那我不要哈，我就选继续导出哈，有没有？他就下载出来了啊，下载出来了啊、然后再来，如果说你要来个艺术签名，就点这里啊，这有艺术签名，点下去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打你的那个要产生艺术签名的字串。然后呢，注意到你要选颜色啊，看你要什么颜色啊。比如说我要的是蓝色的这种蓝色啊。然后呢，你的样式场景啊，你要选哪一种啊？我要选这个李成嘉敏有没有啊？然后呢，或者落雁城有没有这个啊？我选落雁城好了。然后落雁城选了以后呢，立即生成啊，他就帮你生成了。所以它是比较特别的啊。那这个网站它很多的那个使用帮助就在这里啊，你可以选这个使用帮助啊，它会教你怎么操作啊。那你就看到这里，它帮你产生了根据你打的关键字产生的一个签名档啊，艺术的一样可以干嘛？下载啊，下载的啊。所以这个蛮特别的一个网站的啊，蛮特别网站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来这网站哈玩一玩啊。不错的，